你现在是读高中吼？对啊，我是读高中。诶，那你是读哪一所高中啊？当然是位在田中央的大湾高中啊。田中央？那你们学校的社团不就会很不优秀吗？不不不，才不会呢。我们学校可是人才济济啊。吉他社有没有听过？有。我们学校的吉他社在去年的超级杯自弹自唱个人组得到了第六名啊。真的假的？太厉害了吧。当然啊，那我们学校才不会因为位置偏僻社团就不优呢。可是你用讲的我还是不太相信耶。不相信没有关系，我们大湾高中的社团接下来会带来一连串的演出。那我们现在废话都不多说，先请刘舞社所带来的舞蹈主曲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风格为主，流舞社主要是以 hip hop 风格为主，所以各位不要搞错喽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吉他社所带来的双主唱主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， 刚好遇见你。Achilles and his gold, Hercules and his
妹妹啊，刚刚的双主唱让我听的是如痴如醉啊。对啊，我都要流口水了呢。哎，后面这些乐器是哪个社团的啊？后面这些乐器是我们学校热音社的啊。我们学校热音社啊，在去年的竹园刚全国热音大赛拿下了全国最佳吉他手呢。也太强了吧 ！Oh my god！ 哎，对啊，我们学校热音社是非常的优秀。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所带来的歌曲《Again》，掌声鼓励鼓励。
以上就是由大湾高中的社团所带来的精彩演出，相信各位在欣赏完他们所带来的联合表演后，有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听觉及视觉上的飨宴。那最后也请大家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，那同时也谢谢优质化计划，让我们学校社团更加蓬勃发展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